包括電子消費券、保就業計劃、包括大家太保證。各位太北區的街坊，太北區喎，呢度係北角太北區。我走路。對面呢就是北角社區會堂，這裡就區議會地方選舉投票站，這裡呢就用綠色，灣仔就用黃色，我們就看到這個北角社區會堂，很多不同的社區會堂都是用來做這個票站，出口投票员就在这里出来了。